好，这节课咱们继续讲《史记·六国年表序》。刚才给大家翻译了第一段，这一段司马迁用最简洁的文字高度概括出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勾勒出250余年间历史发展的大势，突出了这一阶段权力下移的历史特点。这方面呢，这个具体的内容呢，历史课上已经讲过许多，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下边咱们看第二段。或曰：东方物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工时者长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旺也以封号伐殷，秦之地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一段呢，司马迁提出了一个观点啊，先是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下边呢用一系列的历史事实来论证说明他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他用或曰的方式提出来，这个或咱们已经说过多次，就是有的人说东方物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说东方呢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啊，物之所生又是所的啊，咱们讲的这个所生就是诞生的地方。西方物之成熟，这个熟字就是咱们现在写的成熟的熟的本字啊，也是古今字啊，底下没有那个四点火，后来呢才加上了这个火，这个火字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四点水啊。所以呢，这一句呢可以翻译为就是西方是万物成熟的地方啊，东方是生长的地方，西方是成熟的地方。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夫做事者必于东南啊，这个夫是发语词，这个咱们学过。做事者，这个做事不是咱们现代汉语里说的我去做什么事儿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做是创造制作的意思，所以这个做事准确的翻译是开创事业。开创事业的人必于东南，一定会在东南方。收工时者长于西北，工时啊，这两个字呢是同义词的重复。工就是咱们说了多，也是说了好几次了啊，就是那个事半功倍，事倍功半的那个功，就是成效，做事情的成效。时指的是果实，在这儿呢比喻成果，成效成果，所以它是同义词啊。所以就是获得成效的人常常是在西北，这个是提出的这个观点。下边呢是用一连串的史实来说明。故禹兴于西羌，这个尧舜禹的禹，西羌呢指的是古代的羌人居住的西部的地区。因为在传说中的禹呢是诞生于四川的北部，就是古代西羌这个地方。汤起于亳，这个汤当然指的是商汤。这个亳字大家注意啊，比这个毫毛的毫少一横，念亳。一般呢，这个亳字就是说的就是地名。那么这个亳呢，应该指的是汉代人所知道的杜县。杜县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呢叫亳亭，就是现在陕西西安的东南方啊，这个地方。因为古代呢，这个叫亳的啊，古代地名里带亳字的比较多，大多呢是由商代的子姓部族
聚基地或者是封国的博社而得名。这个商朝人呢，他兴起于东方，其初呢大都在现在的豫东鲁西就是河南的东边，山东的西边。周之望也，以封号发音，以封号发音封号两个字都是地名，都在这个陕西西安的西南，是西周的国都。以封号发音，这个以是从的意思从这个地方出发去讨伐这个殷。这种用法呢，就是说这个以字当从字讲，只是偶尔见于两汉时候的古书。秦之地用雍州兴秦之地，这个地呢原来也是名词，指的是也是指的这个君主的意思，在这儿呢活用为动词成为君主秦国的成为君主。用雍州兴，这个用呢是凭借的意思，凭借着雍州它兴起。汉之兴自蜀汉这个蜀汉呢指的是巴蜀汉中地区，因为汉高祖刘邦呢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占据巴蜀汉中这个地方所以呢他最早称汉王。这段呢可以这么翻译，有的人说东方是万物开始生长的地方，西方是万物成熟的地方，开创事业的人一定在东南，获得成效的人常常是在西北，所以大禹昌盛于西羌，商汤在西伯兴起，周的统治天下是从封号出发去讨伐殷的，秦国的称帝是凭借雍州发展起来的，汉的兴盛是从蜀汉开始的。这个第二段呢，就是司马迁呢，他从许多史实之中，他概括出了一条规律，就是这个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工时者长于西北这个规律是否成立咱们大家呢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深入的探讨。下边一段，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激也。诗书所以复现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氏，以故灭。昔哉昔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事易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亦卑而亦行也。学者千余所闻，见秦在地位日浅，不察其忠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语以耳实无益，悲夫！秦既得意这个得意是也是固定用法，就是得意这两个字和咱们现代汉语里的得意呢有近似之处，但是比现在说的这得意还要更得意一些就是因如愿以偿而感到满意，叫得意。烧天下诗书，这好懂，诸侯史记尤甚就是把诸侯这个各诸侯国的史书诸侯史记是指各个诸侯国的史书尤甚，烧得尤其厉害。
为其有所刺激也。啊，这个为是因为其就是什么呀，就是上面说的诸侯史记啊，因为这些诸侯史记里边呢有所刺激，就是有刺激的内容啊，刺激这两个字搁在一起就是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的内容。诗书所以复现者多藏人家，诗书指的是诗经尚书，所以复现者就是诗经尚书之所以再次出现的原因。这个见通这个现啊，就是出现的现，也是出现的现的和出现的现是古今字。所以复现者啊，就是复现的原因。多藏人家是由于他们很多呢都藏在普通的人家之中，而史记独藏周室啊，而各国的史记呢仅仅收藏在周王室。这个多藏人家独藏周室，这个人家和周室这两个都是名词啊，用法是一样的，语法用法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名词用作状语啊。所以咱翻译的时候呢，其实加一个字儿就可以了啊，多藏于人家啊，独藏于周室。但是呢史记里边呢它就不用这个鱼字，所以呢它就属于词类活用，就是名词用作状语。其实各国的史书呢啊，记载各国史事的那个史书啊，它仅仅收藏在周王室，以故面就是因此啊，因为这个缘故而消失了，灭绝了。惜哉惜哉啊，太可惜了。独有秦记，这个独是唯独的意思，唯独的意思就是只有秦记啊，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这个略就是省略，不具这个具是完备，它的这个行文呢非常简略而不完备。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才者，何必上古。战国之权变，这个权变也是一个双音词，意思是随机应变，在这儿指的是战国时候各国之间随机应变的斗争。亦有可颇才者啊，亦有就是也有，可颇才者这个采呢就是啊，咱们说的选取的意思，选取的意思啊，可在这儿应该值得，颇是什么意思？大家考虑一下啊。这个颇呢，一般咱们现代汉语里也还有用颇的这个时候啊，都是一般是都是说非常啊，十分啊，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话，但是在这儿呢显然不合适。这个颇在这儿是全部的意思，就是也有值得全部选取的。何必上古啊，就是不一定非要选取上古的史事。这两句整个的意思说的是呢，在西汉的时候啊，当时的人们呢这个一说起来呢一定要说上古啊，说上古是最好啊，说现在这个制度呢那肯定是不如上古啊。而对战国的时候，这个所谓随机应变的这些斗争的情况啊，不太重视。司马迁呢，就是针对这种思潮呢，提出上述看法，就是说呢，他这个虽然现在只剩下了秦国的这个史记啊，而且秦国的史记呢，又有很多的毛病啊，比如说太省略、不完备，但是呢，里面所记的事。里面所记载的史事还是有很多值得啊编入史书的。下边这一句啊，就进一步这个在刚才说的观点上进一步发展啊。秦取天下多报啊，这个取呢就是夺取的意思啊，夺取天下呢多报啊，大多数情况呢都很凶恶残暴
啊，这个豹是凶恶残暴。然而啊，是异变成功大，这几个字呢也是啊，看着好像都懂，实际上你要细推起来，你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是好懂，变好懂。这个异是什么意思啊？是就是指的人事世界，变是变化，异是什么意思？这个异在这是奇特的意思。成功大啊，这个好像看着也很明白，但实际上让你翻译的话，你也不一定翻译的很准确。这个成功在这儿也是固定用法，也是这两个字不能拆开啊，是双音词，就是成就事业啊，所以翻译可以翻译为成就了宏大的事业。传曰：法后王。这个传呢，在这儿泛指书上的记载。法后王这句话呢，是出自荀子《非相篇》，何也？啊，为什么呢？这个法在这儿是效法的意思，后王在这儿是相对于先王而说的。先王呢，是指的是尧舜禹啊，那么后王呢，是和现在比较接近的这些君主。何也？就是为什么呢？啊，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一卑而一行也。啊，以其啊，因为啊，这个以是因为的意思，因为他啊，就是说这个后王他们的做法呢，他们的主张啊，近己啊，就是和自己呢比较接近，而俗变相类，俗指的是习俗风气，变指的是变化，相类就是什么呀？这类的咱们刚讲过啊，就是类似的意思，相似，俗变相类，一卑而一行也。这个义呢是主张言论，卑是尊的反义词，就是低下，就是指的呢就是后王的这些主张在时间上比较和自己接近，而且呢这个他们的主张呢也比较浅显易懂，而且呢容易实行。学者迁于所闻，这个迁在这是拘泥的意思啊，拘泥的意思。学者就是指的有学问的人啊，有学问的人呢经常拘泥于自己所闻所听说的事情。见秦在地位日浅啊，就是他们看到呢秦朝呢在地位日浅啊，就是只有秦始皇秦二世啊两代皇帝啊，时间很短，日浅就是很比较短，时间比较短啊，不察其中始啊，这个察呢显然是观察啊，不仔细的观察他秦国的自始至终的全部历史啊，因举而笑之，这个因呢是连词，因而啊，举而笑之，这个举在这不是举起来，不是拿出来的意思，而是一概都的意思啊，笑是嘲笑。不敢道，不敢道，这个道呢是这个道本来是名词，在这儿呢是异动用法啊，就是不敢道秦，就是不敢以秦国的治国方法为方法啊，不敢以秦国的道为道啊，就是秦国的治国方法为自己的治国方法啊，所以刚才说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不敢道秦啊，就是不敢以秦国之道为道。此语以耳识无益，悲夫啊，耳识就是用耳朵吃东西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是什么味儿也吃不出来，耳朵怎么能吃东西是吧？那么在这儿就是比喻不加审查而轻信传闻啊，所以像耳朵吃东西一样，不知道它的味道，无益就是没有差别啊，悲夫啊，太可悲了。
这段咱们给大家翻译一下，秦国已经如愿以偿，志得意满，就焚烧天下诗书之类的书籍，对各诸侯国的史记更烧得厉害，因为各诸侯国的史记中有尖锐指责与批评秦的内容。诗经尚书后来又出现的原因在于，大部分收藏在百姓的家中，而史记啊，就是各国的史书，仅仅藏在周王室里边，因此失传了。可惜啊，可惜，唯独存留下秦记啊，就是秦国的史书啊，唯独存留下秦记，但又没有日月，行文也简略不完备。然而战国时候随机应变的史事也有值得全部选取的，不一定非选取上古的史事不可。秦夺取天下的手段大多凶狠残暴，然而秦统一之后，人世间发生了奇特的变化，秦国成就了宏大的事业。书上的记载说，效法近代的君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时间上和自己接近，习俗的变化和现在也比较相似，他们的主张也浅显而容易实行，有学问的人拘泥于先王仁义之道，只看到秦统治的时间很短，没有了解秦国的全部历史，因此一概嘲笑他，不敢遵循秦的治国之道。这种做法与用耳朵吃东西没有什么差别，太可悲啊。这一段司马迁大胆提出了与当时一般学者针锋相对的看法，就是要研究和学习秦朝的统治经验。这也正是司马迁做六国年表的目的。最后一段，于是因秦记种春秋之后，起周燕王表六国时事，弃二世，凡270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这段比较短。于是因秦记，这个于就是我啊，于是和现在汉语的于是差不多啊，因在这是凭借的意思。秦记就是秦国的这史书啊，种春秋之后，这个种啊咱们学过啊，原来是后脚跟，引申为跟随接续。起周燕王就是从周燕王开始啊，这起就是开始的意思。表六国时事，表是名词啊，就是年表，在这是活用为动词，把六国时候的事列为年表。弃二世就是止于这个秦二世，凡270年啊，这个凡就是一共270年啊，这个270年当然不是很精确的数字，而是大概齐是270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著就是撰述写作的意思啊，著就是那些，所闻就是所听说的啊，兴坏就是兴盛和衰败之端啊，这个端本来是本意是开头，
在这儿引申为元音。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啊，后有就是以后，啊，有在这是词头，没有意义。以览观焉，啊，览观就是看，啊，是仔细观看。焉等于代词之，啊，代这个六观点表。以在这是，大家注意这个以的用法，啊，是这样，啊，这样。所以这一段啊，最后这一段可以这么翻译。我于是凭借着秦记接续春秋，从周元王元年开始，把六国时候的大事排列为表，啊，排列为年表，到秦二世为止，一共270年。用这样的方法来显示出我所了解到的昌盛衰败的种种原因，今后有才德的人也请这样来观看这个表。所以这个最后一段就是司马迁概括介绍了六国年表的内容，指出他的阅读方法。这篇课文有两个常用字，一个是秦襄公始封为诸侯的始，始作为副词，常见的意思有三个，第一是开始，当初，论语里边有始五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五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就是始，这个始就是开始的时候，后来引申为，从开始的时候引申为才，比如史通里边有动视此信，始可言始矣，就是彻底了解这个意思才可以谈论史书的编纂。第三个又引申出刚刚刚一将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四大，就是刚刚到达了平地，他就其流啊，就奔放四大，就非常汹涌澎湃。第二个常用字就是魏在藩臣而卢于郊祀，啊，这个魏比如《礼记》里边有朝廷有魏，古代的立和魏是一个字，啊，站立的立和这个魏字，后来又引申为坐位或站位，比如吾见其居于位也，啊，我看见他坐在座位上。从这个位，啊，位置又引申为官职，啊，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里边的这句话，在咱们课文里边就是官职的意思。好，这篇课文咱们就讲到这儿。